他，鉴于今天我是个蛋仔，决定要从众多蛋仔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最强蛋仔呢。只要能从这个关卡里通过，成为第一名，我就是最强蛋仔啦！冲啊！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些活动地板这儿啊，现在我们要从这个地板这儿冲过去。哦，地板下线了，快走！中间还有一些音符可以抢呢。诶，这边是地板，哦，地板裂开了，还好，下边是个迷宫啊，好像。快从迷宫出去！不求最快，只求能过关。过关啊！这迷宫变来变去的也太快速了吧！哦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这下边又是个什么地方啊？哦，这边这个方块是可以转来转去的呀，也是一个迷宫关卡。哦，慢慢的滑下来，从这边的通道走到终点就行了嘛。然后直接哇，飞上来了！这边是一个飞翔音乐小方块。是谁？谁怎么还朝我丢了个墨汁呢？不过还好，我还是可以从眼睛缝里面看到的啊！我快往前面滚一点，马上就能到终点了，嘿嘿，成功过来啦！虽然才第九名啊，不过也成功的通关了嘛，嘿，终于选出了前24强了。我本来有32个蛋仔参加呀，嘿嘿，我们剩下的24个蛋仔可以成功去下一个关卡了。现在又来到了动起来关卡，这是个什么关卡呀？我们要在地板掉落之前抵达新出现的这个地板上面啊！哦，这一次是要考验我们的敏捷程度的。在哪儿啊？哪有地板呢？要从这边过去吗？哦，地板来了！原来如此，我们要赶紧跳上这个地板，然后尽快往上走，是吧？啊，这还挺简单的嘛，只要一直在台阶上边就行了嘛。哦，不过这前面好像就有一些障碍物了呀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么快就过关了？一共要淘汰8个蛋仔啊，这么快就有8个蛋仔掉下去了呀，那看来我就是天生要当最强蛋仔的料吗？现在24强已经只有16强了。那接下来的一个关卡是撞色进球关卡，是要撞入不同的球门得分不同，是干什么？哦，这回是团队赛啦。这个旁边那个+1+1什么的应该就是球门吧，赶紧找一个球把它推进去。这球怎么都推得这么快的呀，根本追不上。快，这个球是我的，这个球是我的，赶紧把它推进去。这可咋整啊，快赶紧抢那个球啊。我得分了。我发现比起推球更重要的是不能让别的队的人碰到这个球啊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对手过来追过来了，看我赶紧捡一个炸弹。怕了吧，我赶紧趁没有人跟我抢把这个球也推进去。怎么又滚出来了？这怎么有这种事儿啊？快，赶紧把这个球往里面推！对，往里面推！这球怎么老跟我作对呢？啊！哇，还好我有可靠的队友，进去了！现在我们蓝队得了6分嘞，把这个球抢过来啊！哎，把它炸飞！哎，这个球就是我的了嘛！赶紧，快，对，队友，赶紧把它推进去！也得了3分了，这边又一个队友来推球了呢！哦，快快走开，走开！哎呀，在进去的瞬间是红色的啦！哎呀，要抓紧时机才行啊！哎呦，这边又被一个绿队得分了，不过绿队才2分哎，不足为惧，赶紧抢这边这个蓝色的球！哦，蓝色的球，快！对对对，我的队友真可靠！来，我来牵制住这个绿队的人。现在还有10秒钟，马上比赛就要结束啦！我们只要守住我们第一的地位，应该就稳坐钓鱼台了吗？哦，这边我们蓝队又得3分。16分，应该别的队应该追不上来了吧？搞快点！怎么现在还有加时赛呢？那反正我们都第一名了，我就拿点道具给人家捣个蛋吧。哎，咸鱼也被人抢走了，还好这边正好正有个空球，那我就再给我们蓝队增光添彩一下好了。别给我抢，别给我抢啊！不能被粉队得分，我赶紧滚过去。被粉队得分了，那这个球一定要是我的。哎呀，又是粉队得分啦！粉队跟红队不能同时淘汰了呢。哦，现在加时赛也结束了，我们好像蓝队跟粉队都一起晋级了呀。那我们是16强淘汰了一半，哦，只剩最后的8强了。那这下我总算是挺进到决赛了吧？好，那接下来甜蜜时钟这个应该是个人赛了吧？天哪，昔日队友现在竟然要反目成仇！这个甜蜜时钟是要躲避指针存活到最后，还可以因为是决赛选择一个决战技，就选择这个。哦，感觉这个炸弹仔可以把人家撞飞，就还是用这个炸弹仔好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是最后决战了，赶紧先拿个道具。哎呀，咸鱼被人抢走，还反被夯了一棒子呢。哦，
现在叉子要开始转动了，这指针是从右边转过来的呀，那我就只要躲开这个指针应该就没什么危险的了吧，我追在这个指针后边就行了嘛。哎呀，大家怎么好像跟我都是一样的想法啊，开始大混战了，我也得赶紧捡个道具才行。拿球就滚你们，再拿个炸弹防身以防万一啊。哎呦，这旁边的饼干怎么都被打碎了呢？哇，原来危险就危险在这儿啊，我赶紧用个球把你滚下去，如果旁边是空了的话应该就可以直接把人家滚下去了啊。我也来捡一个咸鱼，直接把人家从这个战场里面抽出去就行了吧。哦，叉子来了，感觉这叉子是不是越转越快了呢？哦，这人还直接在我脚底下按了个跳板，防不胜防啊，这人怎么针对我呢？是谁？我也要针对你了，我要反击了。哦，开始大混战了。哦，快点，远离一点战场，先捡一个道具防身再说。哦，弹球来了，叉子也来了。哇，太危险了，怎么感觉在这个战场里面被叉子打到反而是伤害最小的呢？叉子又来了。我的咸鱼怎么压根打不到别人呢？呦，快躲避叉子。那现在再去捡一个什么道具？这边有一个炸弹了，赶紧到那个空档旁边去，把人家直接炸下去。哎，怎么又变成球球了呢？那用球把人家滚下去也行。哇，太厉害了，不愧是最后八强啊，这动作就是敏捷，直接躲过我的炸弹了。那这个跳板你们躲不躲得过呢？扔到人家的脚下啊，然后躲过叉子，再捡一个跳板，多放几个总有人会踩上的吧。那这个弹，天哪，哇，盯着人家对手去了，怎么忘记这个叉子了呢？可恶，居然坚持了这么久，在决赛的最后几名被淘汰了，一定是因为我的修行功力还不够，赶紧回去再上我们的蛋仔学校多练习一段时间，再重新来战好啦。那我们就结束啦，拜拜。